尴尬。朱婷是打出的 MVP 收割者，袁心玥却唱出个小苹果。身高2米的袁心玥是强大的护攻手，而且还是国内排球联赛的最佳拦网球员，他的背飞单脚扣杀几乎是无法阻拦，所以人送袁心玥外号为小苹果。朱婷常常得到最佳球员就被叫做 MVP 收割者，为啥袁心玥这个曾被封为最佳拦网的强大护攻手就被叫做小苹果呢？袁心玥早在2013年就已经打出了名堂，成为了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，可以说她也是年少成名。出生于1996年的袁心玥被称为小苹果，是因为她年纪小，外貌像小苹果吗？袁心玥想了一下，开口就唱了一句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从此她就成为了球迷心中的小苹果。不管是小苹果还是小漂亮，袁心玥都是球迷心中的女神。